好，行行，好，说一下你刚才撇的这过程中，你看一下，注意一下你这个撇的这个落点啊，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位置啊为主。你在比赛中如果想把这个威胁加出去的话，尽量的看能不能撇到这个外角这个位置啊。你看啊，刚才几个点啊，第一个你在撇的这过程中呢，你的重心呢还是没有完全的上去啊，还是没有完全上去。第二个，刚才摆撇的过程中，有好几个连续两三个出界了啊。我再去撇的过程中，如果我想把这个角度撇开的话，首先我的击球的面呢就要尽可能到这个球的左边来，你做的话是右边来，但是呢你不要上来直接去到这个右边，是先迎住吃住这个球以后我再给它撇过去啊，看见没有，基本上这个点全都是在往外走的啊，这感觉走的啊。第二个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，我这个球呢在击球过程中呢，我不要太把拍子太平了啊，不要太平了。你记住，但凡呢我能去稍微推一点去撇一点这个球，首先来讲我在比赛中我去判断的话，它一定不是说那种很死转，可能是个侧旋，有可能转不转啊，有可能甚至于一个侧上我去推，所以这个点呢我拍应是要稍微的立一点。那再一点是什么呢，就是如果说这个球比如啊，这个球如果要是说低了的话，那么呢我要在上之前击球之前的时候，我的重心就要沉下来，就要沉下来。你不要去重心高的手低的，你这样的话它就脱节了啊。尽量手不用那么低，但是我重心下来，我保持在一个平行线上这个位置，看这样的话我的重心就是既可以保证什么，保证它的底线的长度，又可以保证这个球不出界。你再试一下啊。对，很好。行行行，你看啊，还是没有撇过去啊。你现在是单独靠胳膊，如果说你觉得现在来讲撇那个角度有点大的话，你可以试一下。你在上位的时候，左腿重心膝关节这个位置往内往自己怀里去收一点。你看啊，我是右腿内去收一点，看见没有？把这个角度给它分离出去，看见没有，我的腿是往膝盖是往里面扣的，我手是往外走的，把这两个感觉给它做的再明显一点啊，并且我这里面做的过程中我还是加了有这个隐蔽性在里面，对吧啊，我去跟这种摆正位短的这个去配合上啊，再试一下。外角给到外角去，对，大胆一点往前送出去，大胆一点，对，重心再往前顶一顶，对了，哎，这个角度还不错，很好，再来，不一定早点啊，你把这个角度找出去好了，手别再往后拉了，你在这个过程中手不要再往后拉了，上去以后直接去重心去往前去走，在击球过程中的时候我手腕去变，你不要击球之前的时候去变，对了，很好，看着球上位啊，这个球坐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你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我在这里可能在上这里，上这里，你不要先上去以后再做动作，你都没有看球去判断呢。来，先还原回来，先判断这球，对，再上位，上去啊，大胆一点，再来。坚定一点啊，打得有点犹豫了，又平了，对，把拍子先立住，需要，对，这个球需要你平的时候我重新再下来就好了，上去啊，啊，对，上再大一点，撑得再大一点，重心，对了，很好，重心再左脚上往下再撑再大一点，